谢谢，我是一碗平平无奇的大米饭的巧克力。晚上好。谢谢图书馆的奶茶，谢谢坏坏的，哦，看错了，不好意思。Hello， 晚上好，大家。谢谢 BY Timo 的奶茶。你调个亮度啊。好。希望不会看起来太黄我的梨。谢谢坏坏的奶茶。谢谢 BYTMO 的奶茶。因为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而且再加上我睡得很少。我今天不是也在口袋房间说了吗？然后我刚才下午的时候，哦不对，下午一晚上的时候就好困，迷迷糊糊的去睡了一个小时，就是说，但不是睡着了那种，是那种迷迷糊糊，好像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又没睡着的，这么睡了一下，然后是醒来以后就好饿，好饿，好饿。刚才吃了生菜包鸡胸肉，好好吃啊！最主要的是我加了泡菜，哇，我好爱吃泡菜呀！谢谢 SS 奶茶，哎，你怎么又换回来？我好爱吃泡菜，就是那个韩国的那种韩式泡菜。百搭呀，太百搭了，感觉自己在吃烤肉，太好吃了。晚上好，我等一下给你们说，给你们复盘。我先要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生菜加肉加泡菜这个组合啊，虽然好像大家经常都这么吃。谢谢 CC 的奶茶，真的太绝了。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单吃生菜或者是单吃那个肉的话，哪怕你出去吃烤肉也是这样，你如果你单吃这些可能不会有那种特别顶饱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一起吃的话，哇，真的非常非常顶饱，吃一两个进去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胃就已经被撑起来了。泡菜太好吃了，我明天还要吃泡菜，太好吃了。你为什么不吃泡菜？你们为什么不吃泡菜？怎么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泡菜呢？泡菜太好吃了。泡菜多好吃啊！我单吃泡菜我都觉得超级好吃。谢谢只恋你化身的蝶的奶茶，谢谢琴的奶茶，泡菜一台不烂，对，泡菜多好吃。好，我分享完了，我就是来分享一下泡菜非常好吃这个事情。然后谢谢 buff 的奶茶。我们昨天晚上完了以后，我们公演完聚餐了，所以就没有直播。今天我都忘了我要说什么了。我想想，说实话，那些魔术道具，我没有全部正儿八经过过。就是彩排的时候我都是有一些道具是不会用的，比如说最后那个撒的那个彩片，那叫什么彩条，最后那个彩条因为那是一次性的，我其实也没有买几个，我就彩排的时候丢一下试了一下手感。然后我一般怎么过，我一般是在脑子里边过，就是我会在
脑子里想着我这变这一个小魔术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然后就再去思索我该什么时候去干什么。是这样的，我来给你们说一下为什么我这次会想变个魔术呢？因为我们这次报 unit 的时候，本来我的 unit 就是跟小北那个 unlife 嘛，unlife 等一会儿再说。然后后来就是蒋勋他们不是要弄一个小品嘛，然后就让我就是去演个角色，我说好呀，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就是这个小品它该怎么改，这种巴拉巴拉的。因为我们原本一开始的那个剧本就是照着他原本的那个台词这么说的，然后呢，是我们就一起讨论了一下，才改呀改呀改，才把这个改得比较合化一点。然后有很多他原本的那些台词，你们敢信吗？其实我上台的时候有40%的台词是现编的，因为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记住多少，我只记了一个大概的框架，然后记不住，我就只能在台上就是稍微还即兴发挥了那么一点点，对，然后。我就想着，因为大家好像都是，就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没有打算有 unit 的，然后后来就有人说，就是那我们要不要给里边加一点那个，就是节目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加一点节目，这样的话还有一点，还有一种那种歌舞剧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好啊，然后我说那我也加一个吧，但是我又不知道演什么。然后我就想了想，以前每一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跳舞。但是呢，说实话，我自己跳，我自己都有点儿，就是有一种跳够了感觉。就是这一次，就是我心里边就是不是特别想跳舞，也不是特别想跳舞，就是不是特别想纯跳舞的那种。因为毕竟是你自己的 solo 嘛，我编舞什么的，我觉得太麻烦，时间也不太够。然后我就想啊想啊想半天，然后我结合了我们这个背景，大上海娱乐公司，那要不就变个什么小魔术吧，就是突然一下想到的，突然一下，然后我当时立马就去淘宝上搜那种魔术小道具，我想着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小魔术是可以速成的吧，然后我就去。找了好，看了好多好多好多他们那些魔术道具，然后找了几个我自认为我会学会的，然后感觉好像，变出来大家应该也会哇哦这样一下，有这种反应的，我就都买了来试了试。其实还有一个买了我没有用。就是一个隔空吸水，隔空喝水，就是我的那个吸管不挨到我的杯子，我就可以喝到水。但是呢，因为我这个歌它太就是太急了，然后这个魔术呢，这个小魔术又有一点平，而且很浪费时间，我就把它给 pass 掉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没有特别的练习很多很多很多次，我就是看了那个教程以后知道了个大概，熟悉了一下那个手法，我在想怎么样才可以让大家不发现其中的奥秘呢？然后你知道我前一天晚上我在中心练的时候，我一直逮着林淑琴，因为林淑琴最近不是老住我房间嘛，我就一直逮着林淑琴，我说。我给你变魔术，然后每次给他变完之后，就是如果你放到这个歌里边，
或者是在台上的话，可能大家不会觉得，但是在私下你突然给大家给他变了一个这种魔术，就很搞笑，你知道吗？而且很冷，他就觉得我像一个，就像一个特别幼稚的人，因为我干什么我都要问林书记，哎，你刚有看出来这个是怎么变的吗？他说没有，哎，然后我就，哦，OK， 没有就行，就这样。然后其实在台上的那一次演出，哇，谢谢旋风小号的夜点，为什么你叫旋风小号？在台上那一次演出其实是我除了最后这一边我的那个道具掉了没有撒到另一边战区之外，其他的都应该算是我很顺畅的最顺畅的一次了，应该是这样。在直播。哦，好的，你来。哎，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因为我跟他刚刚同居。哦，那你今晚也别回来了。啊，没有的事儿。我，哎，你别照到我，我换个衣服。我现在立马照你。啊！我跟阮薇不小心偶遇了两次。对，好神奇。大人的茶。我就不可以喝这个，可以，但是你要给我尝一口，因为我还没有尝过它什么味道。好，我给你尝一口，不错，我再给你买一瓶。我现在等一下，大家紧急插播一下，那天我看到有一个白桃乌龙茶味的气泡水，也是零卡、零糖、零脂肪，然后我就想试一下好不好喝。烤鸭呀，林淑琴的，我尝一口。如果这个好喝，以后就不买元气森林了。别看我，各位，脱光了。怎么样？哎，好喝哎！比元气森林好喝。我觉得它比元气森林的那个桃子味好喝，真的。嗯。是吧？哇，给大家推荐这个。这个是什么牌子啊？我都不知道，随便看的。我是在哪儿买的来着？好喝也可以，批发一箱，马上拼多多买一箱。就是长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这什么牌子？我晕了，这叫哦小宇宙。喝一口。白桃乌龙味，大家非常好喝。谢谢陈的奶茶。好。就是说，谢谢陈的，哇，谢谢陈的酒杯奶茶。饿死了。紧急。是吧？比那元气森林好喝。我也觉得。而且它不反甜。对。而且它味比元气森林浓。对。哦，真不错。哦，我是在全家无意间发现的，好敬业，给大家安利种草，比元气森林好喝。怎么？没有房间，你不是要去？对，它这个白桃味比元气森林白桃味好喝很多，推荐给你们。好，言归正传，我刚说到哪里了？叫啥叫小宇宙，上面写的叫小宇宙，就是刚刚那个包装外观，大家看一下吧。哦，言归正传，那边的那个 WiFi 密码是言归正传，你从来没有连过吗？有一个连过，有一个没连。不是12345678就是 ABCDE。ABCDE 12345678。嗯。前面有前缀的哦。啊？你知道前缀是啥吧？哦，我知道。嗯。啊？不知道。SNH48。嗯。因为我们中心所有的密码前面。都会有个前缀闪，你怎么不关门？前缀都是 SNH48，然后后面是不一样的。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你能借我一下你 iPad 吗？不能。你可以问我啊，冉薇姐。你有不用的手机吗？有，但是关机了。你叫我，我充充还能。
那个黑袋子里。哎，要不你借冉蔚的 pad 吧，他们房间有两个。啊，我再不说我刚刚我就忘了我说什么了。关门，什么毛病，现在出门都不关门。其实平时关不关门倒也无所谓，主要是直播的时候不关门就容易就不太好，你知道吗？真的是。好，我刚说，哎，我刚说哪里了？完了，你看我彻底忘了，我刚说到哪里了？谢谢陈的奶茶。我知道我在说魔术，但是我不记得我说到哪里了。我说到哪里了呀？谢谢小马王爷的玫瑰花。我不会，我才不教你们变魔术呢，就让它成为一个秘密。那其实你们这个小魔术，这种小魔术都特别简单，就是那种你一知道原理都会觉得怎么是这个样。王毅说了，王毅说了，你们还问我。哎，基本上都是道具。不是基本上，全都是道具啊！谢谢迷路的松鼠的奶茶。那个花不是我吹灭的，上面有油，是吹不灭的。对，都是这些小魔术，就是不知道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哦！但其实你仔细，当你知道原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幼稚，特别的傻，所以。大家，我没说，大家就当不知道好吗？然后那个变花，其实前一天晚上，就是我在搞这个的时候，就是手上变花的那个，我都差点不要了，因为林淑宁说你，他说我变这个真的很搞笑，而且当时我前一天晚上变的时候还一点都不丝滑。谢谢你是特别的存在的奶茶，就是真的是不怎么丝滑，甚至是还卡壳，然后别人还能看到我，其实是就是这个原理。谢谢陈的奶茶，然后我就打算把这个逼掉的，就是不变这个花了。然后我后来在捋这个整个时间的时候，我有空出来了一段音乐，我不知道该干嘛，我就想，哎，那我就练一练吧，我再多练两下，说不定就可以了，就能变了。然后我就才把它加进去。说实话，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因为这个我根本没有定，这种很多大部分都是很随机的，我只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然后关于这个卡点的事情，我当时在现场我完全都没有注意过。我就是根据自己的那个感觉，让我就想着必须要在我这个歌曲结束前一定要把这个弄完，然后我就脑子里边，我当时脑子里边就只在想快点快点快点，要来不及了。我这也是后来看了录播以后我才发现，哦，好卡点哦。真的，我当时在现场，我没有觉得有多卡点。不错，我当时就是觉得，而且我那个花的数量居然也是刚刚好，就是原本的话，它其实我可以变大概九十朵的样子，然后我就太多了，我怕我就是。第一个是时间不够，第二个是，
手比较笨拙，我怕我变不了，然后我就剪掉了三朵，大概好像是六朵左右吧，我记得六七朵的样子。结果刚刚好，哎，刚刚好就在我结束的时候把最后一朵也变完了。哦，一切都是刚刚好。太不错了。而且我当时搞这个的时候，我跟你们讲真的特别头痛，因为我当时就想的是，我一开始脑子里边的想法就只有我要变一个魔术，然后这个曲子里边跳一段舞就可以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买那些魔术道具，我当时头痛死了，我说我到底先变哪一个呢，把哪一个放到哪一块呢，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种顺序吧，这个魔术最好还要跟这一段的音乐稍微相符一点点。哎，那我是什么时候跳舞呢，就关于这个我就思考了很久，我觉得好烦，所以我当时就很烦躁。然后我跳舞的那个也是，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中间那一段舞蹈是我前一天晚上才编的。因为我觉得那块的音乐不跳点什么真的是太可惜了。对，那个是我自己想了几个动作。因为原版没有这些动作，而原版的动作就没有这么的急，然后自己想了几个动作，编了几个动作加进去，看怎么做比较好看，怎么做稍微顺一点，然后就加了一下，反正也就4个8拍吧，好像。魔术学了很久吗？其实没有哎，因为原理真的都还蛮简单的。其实也没有很学很久，就是唯一让我很烦躁很久，就是在编排的这个时间，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做什么，然后怎么做，该怎么编，就整体的一个大致的流程就会让我觉得很烦躁。然后一开始选歌的时候，我给你们讲，好，接下来就衍生到了，哎，不，等一下再说那个，我先问一个，就是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看的，就是这一些小魔术里边有没有你们感觉最最效果最好最喜欢的。变花吗？真的假的啊？不，等一下，是哪个变花？是那个点火的那个花，还是我手里变的那个小花？点火的，哦，点火那个，我当时点火，我不会也卡点了吧？不会吧？点火也会卡点吗？一共有几个？不算前面那个吹帽子里吹东西那个倒是没什么。第一个就是玫瑰，第二个是从一个镂空的袋子里边掏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变花，第四个就是最后撒彩带。哦，原来我就4个。哦，还有第5个扇子，破扇还原，这个小魔术的名字叫破扇还原。果然大家都喜欢花花哦。哦，好，我知道了，果然大家真的很喜欢花，哈哈哈，还不错。本来我想把点火那个放到最后的，因为感觉这个可能大家反就是当下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后面的音乐又比较激烈，不太适合这种点个火送给别人的这种，送给红牡丹，我就把它放到了第一个。Hello， 晚上好。
杨姐的捧哏，这是他即兴发挥的。我当时变的时候太紧张了，我根本就只在注意我有没有变好，然后我后面看录播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像是杨姐像我一个场外解说。太捧场了。哎，你还别说，我们一开始这个小品就是我们第一幕里边，哎，一开始本来蒋诗婷就是准备给我和杨姐安排一点是感情线的，就是我们两个是秘密恋爱的情人，但是后来不知道该怎么表现，然后就 pass 掉了这个想法。结果没想到当时现场的时候，哎，居然还有被看出来。但只是一开始的想法，但后来我们彩排的时候都没有说有这个，都是现场即兴发挥的吧，应该是。然后我的那个，我当时在找 UNIT 曲的时候，我就几乎我那天看了一下午的公演，你们敢信？就是我在找合理的歌嘛，找比较适合的。第一个是找我跟小北的那个歌，因为当时我们俩的这个歌也没有定到底要跳什么。第一个是找这个，第二个是找我那个变魔术的，然后再物色一下其他的。就是他们小品里边的那些歌可以有哪些可以用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午的公演，我看了好多好多好多，我把我们所有的原创公演全部都看了一遍，也不是说我没看过，只是我又重新巩固了一遍。然后我脑子里边，我那个小品就是我脑子里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潘多拉的音乐盒，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了解 SNH 的时候，我看的最熟的一套原创公演就是专属派对，我还蛮喜欢我就是他开场的那个歌的，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一块的那个感觉就很不错。然后我一想到我要变魔术，我脑子里边第一个就是那个音乐，我觉得太合适了吧，这歌就是用来变魔术的啊。然后我就第一个定下来的就是我这个歌。然后后来我看着看着就是补档那其他歌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以爱之名的那个妄想症的解药开场那个卡门是叫卡门吗，就这个前调，我想着我当时一听到这个前调，我说哎呀这也太适合红牡丹登场了吧，然后我就赶紧给蒋诗婷说，我说红牡丹登场的时候可以用前面的这段音乐，他说不错，然后就把它记下来了。然后我说那红牡丹表演什么呢，他说，然后就是我们当时一起讨论嘛，然后他说还没有定呢，然后我说我觉得红牡丹可以表演那个纽约梦啊，纽约梦就很情深深雨蒙蒙啊，就情深雨蒙蒙的那一段时代那个时间线也太合适了吧。然后我就给蒋诗婷说，你要不要给许阳说一声，他让他表演一个那个纽约梦吧，然后说好，然后最后就真的表演了纽约梦。笑死 Waller。 然后就是我们改编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改编那个，谢谢 Karen 的奶茶，改编这个小品把它合化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该怎么会说出来会让大家感觉比较好笑呢。然后我就突然就是排着排着大家一起脑力劳动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第一个就是我那个好清理时间到，我当时就是我们在想该怎么样可以隐身让我变个魔术出来，就是这个时间线得串起来嘛，然后我就说了一个，当时我还不叫好经理，我原本的那个叫蔡经理，我就说了个蔡经理时间到，然后他们就开始笑起来了，然后说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然后就，然后还有最后
那个前一天我们彩排的时候，我说结尾我就想着蒋舒婷下场了，然后我跟我们几个下场不说点什么，边说边下的话，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就是有点干吧。然后我就突然一下子脑内又浮现出了那句话：没有意识的人是走不长远的。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就最后走的时候加一句这个吧。笑吐了。就其实这个小品有很多东西，就是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构思然后改出来的。谢谢陈的六杯奶茶。然后呢，蒋舒婷的角色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次小品的总监督，总导演、总监督，然后其他人的角色就是那种灵感迸发者，就是这样。给所有人点赞。然后我们当时还很担心，就是演出来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是特别好笑。就是大家不会反应很大，然后结果没想到大家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就很捧场，而且最后演出来居然就还也挺搞笑的，还挺搞笑的。对，然后我们每个人插到里边的 unit 也是，就是大家一起想，也有的人也是自己想。真好啊。我当时哦，我关于这个说辞，我当时我发现我有时候会有上台 buff， 就是我彩排的时候，包括在底下带对词的时候，我每一次说的词都不一样，而且有时候还会卡壳，就是还会不太顺畅。结果当时在台上我就给自己心理暗示，我说慢慢说话，不要着急，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条理清晰，语速可以不用快，但是一定要条理清晰。我当时就一直疯狂给自己这个心理暗示，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就还好没有卡壳。而且彩排的时候，因为我平时说话声音就不是特别大嘛，就很小。然后当时蒋舒婷，就是我们彩排完，蒋舒婷跟我说，你到时候说话的时候，说台词的时候说清楚吧，然后声音大一点。我说行行行，我平时说话声音就有点小。后来然后我就想，我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一定必须要说话声音大一点，要底气十足，不然我怕大家听不清楚。我发现有时候我讲 MC 的时候也是，就习惯性说话声音很小，然后大家一起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就会被淹没，然后我就很怕我这种说台词的要是还被淹没，那大家听不出来，当下听不出来我的台词在说什么的话，就没有那个效果了。所以我这次用我的胸腔发声，每一个字都要说得清清楚楚，还不错，比我想象中的好。开心子，郝静怡又解锁了在台上的一个新型表演。让我想想，以后还能在台上还能干点什么？还能干什么呀？哎，别的不说，我跟你讲，我脑内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我有一次，我甚至
很想在，这是我很久很久以前的想法哦，我很想很想在台上表演一次艺术体操，敏感性吗？大概是我2年前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表演过，我就很想试试。然后但是呢，这个剧场的挑高让我终止了我的这个想法。因为挑高有点矮，然后地方也有点矮，有点小，我就终止了。我想想我还想在台上干嘛来着。芭蕾我以前想过，但是我是想穿足尖鞋芭蕾的，只不过我后来一直没有怎么，不是没有怎么，就压根就没有练过，所以怕不专业就一直搁置了。嗨，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然后我再说我们这公演，然后我跟小北的这个，你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两个，我提议的是跳什么，我第一个提议的其实是那个花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是Fiona 的歌，是叫 Fiona 吧，对， Fiona 的歌，就里边有一首歌是花季，是那种甜甜的，然后也是两个人的。我当时我说要不要跳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一直的舞台都没有这种稍微比较活泼的这种风格，然后我就给他说要不要这个，他说但是这个需要很多道具，然后如果我们要买的话可能会来不及，然后我想嗯，确实也是，然后他就是他也提议了几个，然后其中里边有一个就有 OnLife， 然后我这个 OnLife 也是之前有想过，有一段时间有想过还蛮想跳的一首歌，我说啊那好吧那就这一首吧，就这样。然后我们两个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两个是不同公司的一个就是社畜，就是在工作上已经被压力压得无法喘息了，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就受不了了，就不想干了，就想撒腿，就是撂腿，就想甩担子不干。然后最后我们就在彼此很难受很崩溃的时候，然后碰到了对方，然后发现我们两个人的遭遇非常的相像，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见面以后就先尬舞，哈哈好好干先尬舞，然后就是互相彼此治愈安慰这种。但是呢一段，对，就是相当于是自己做了一个梦一样，就是梦醒了以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当一个社畜，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故事背景，非常的符合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吧，我觉得。应该能看出来吧，大家，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的，这个情节设定。苹果笔记本是真的假的？是假的哦，但是它做的超真，而且我当时是真的有在打字，我在那里打字，我彩排的时候也在那里打。而且你知道一般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学那个敲键盘的时候，有时候就不会开电脑在那敲嘛，你知道我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真的很爱你。我现在想一想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下意识的坐到那个电脑前开始敲字的时候，我就会敲我真的很爱你，然后我当时在台上
可能我也在敲我真的很爱你吧，反正我彩排的时候我是这么敲的。你们没有这种吗？就是学敲键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种键盘就很想要去打字，就很想要去敲它，然后就会有一个相对于比较固定的一个句子，没有吗？然后我一般要打长话的话，我会打我真的很爱你，然后我打短话，我打的最熟的是我爱你，我爱你，这是我打的最熟的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初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小学的时候，真的，我小学学电脑的时候就一直打的是这个，这是我打的最多的。好神奇哦，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有一个这种最熟悉的打的这种字话，原来只有我有。不是吧，真的假的？居然只有我有。Oh no！ 谢谢陈的奶茶。好吧，那这个事情就证明从小我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连小学的时候打字都要打我爱你了，太浪漫了，哈哈，谢谢，浪漫死浪漫死。最常打的不是郝静怡，还真不是。郝静怡，我爱你。哦，好像是差不多的吧。差不多的吧，应该。我现在终于，今天真的是正儿八经是在台上，台上台上，今天我终于算是真真正正的休息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有干，就在床上躺着休息，啊，这种放松的感觉太舒服了，很久没有这样了。我每一次，尤其是这种特殊公演结束的第二天，基本上都是我完全放松的一天，就有一种这个坎儿终于迈过去了，压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释放这种感觉。但是也只是这一天而已，从明天开始我又要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其实每一次公演完我都会有还是会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只是我不想现在去忙，我就想给自己放一天假。后天还有一场我知道，但是后天不是特殊公演，就还好。手腕怎么样了？不疼了，不疼了，现在可以这样随便转。前段时间就这样转就会很痛，我这手只能这样子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样子转就很痛。对，恢复了，哎，不用去医院了。看来以后这种病也不需要去医院了。特殊公演节目是自己想吗？当然是自己想了，我们嘉兴路这边所有的特殊公演的 unit 全部都是成员自己报名自己想。那十六人也是，但是我们这次的十六人 ，owner 和叶之真理是老师拍的，哦，探戈也是，哎，探戈，哎呦，我忘了，不太清楚。你们知道吗？那个探戈。我们原计划是只跳一遍的，
是我们当时跳完之后一下去，大家就在那里说什么光啊，就谁出场的时候都是暗的，这什么光啊，巴拉巴拉的。然后我也没听见谁说了一句，要不我们再跳一遍吧，再跳一遍吧。我就当场在后台直接跟姐姐说，我们可以再跳一遍吗？反正是愚人节，就娱乐一下大家呀、啊。然后就说了一会儿，然后大家说，啊，姐姐说行行行，那你们再跳一遍吧。然后我们就真的又再跳了一遍，很搞笑吧。然后林淑琴那个应该也是，他们第三遍也是临时加的。对，探戈其实那三遍都是当时临时加的。谢谢小马王爷的奶茶。对，因为我们原定只是只有一遍的，看不出来吧大家，哈哈，看不出来吧。第三次也是临时加的。对，我那天真的好像，我那天真的很忙，我先是要给林淑琴串场，然后紧接着我赶紧要去换衣服，换衣服下来我要给李佳恩当一个话外音，你们有听出来吗？李佳恩的那个节目最后的那个话外音有我，是我和王毅，我拉着王毅跟我一起说，因为佳恩说你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再找个人跟你一起，另那个人喊郭爽，然后我就说那王毅啊，找王毅啊，然后我就跟王毅一起。而且我们当时为什么说两遍，是第一遍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在开麦，我们听不见，我们在后台听不见在台上有没有声音，然后说完之后光线当时那个光也有问题，说完之后我看佳恩又把手机掏起来了，然后我就给王毅比了个手势，我说我们再来一遍，三二一，然后我们又说一遍，所以说了两遍。笑死了。然后我就就没有什么。哎呦，什么东西，我的皮筋。魔术学了多久？其实魔术没有学很多久，魔术就学了，不，魔术那个教程我是一看看了我就会了，但是练的话，上手练的话差不多一天吧。当然我是分开的，我是说加起来的时间一共一天吧。对，哇，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当时音乐一响台上没有人，你们知道我在幕后面干嘛？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换了一个衣服吧？然后我当时在后面，因为我的那个麦它别在衣服外面，我把衣服脱掉的时候会卡到那个麦，然后我在后面换衣服啊，好着急好着急，因为它别住了那个线，我怕我来不及，我就赶紧换完衣服以后，我刚把衣服换完，已经马上要伸手那个出那个怀表了，你们看我那个怀表本来按理来说是应该套在我的手指上，然后从我的手这样子掉出去的，但是我当时已经时间完全来不及了，我就一股脑咵直接塞到了我的手腕上，就我就直接在手腕上这样掉，然后手把那个怀表收进来之后，原本的计划就是等着我出场就好了，但是我当时突然想到我那个玫瑰，就是烧火的那个玫瑰上面需要滴一两滴油那个东西才能烧着，如果提前滴的话那个油会干掉，所以只能上场前滴，但是我上场前忘滴了，所以我把那个收进来的时候我就赶紧拿了个东西唰在那给我在那滴油，你们不知道我当时紧张的，我那个手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手拿那个花嘛，一个手一直拿那个煤油，就是那个手真的是这么抖，非常抖，紧张的已经抖到我都已经对不准了，撒不准了。然后呢，
撒完以后赶紧把道具往桌子上一放，转身亮相，争分夺秒，太刺激了大家。我现在很庆幸我给前面给自己留了那么长的时间，非常庆幸，不然一定来不及，不然一定要出差错。还好还好，没有意外，没有意外。唯一的不足就是我掏最后彩带的时候，另一个彩带也从我的兜兜里边掉了出去，没有两边都扔，这是唯一的 bug， 唯一的小缺陷，不太完美。对，然后我跟你们知道，就是我们最后 Tango 的那个衣服，我们定的是穿私服，然后我当时就是本来我衣服就已经衣荒，我个人就是一个衣荒，是真的是没有衣服穿，不知道要穿什么。然后林淑锦当时去就是我们服装部借衣服嘛，然后我就也去跟着看了看，然后我就说我借一套探戈的衣服吧，他也是要借一套探戈的衣服，因为他也不知道穿什么。然后我说那我们两个就可以穿一个系列的呀，反正我们探戈也是一组。然后他说对呀，那我们就穿一样的呀。然后我们就在服装部找了半天，然后找到了那个衣服，穿回来试了一下，穿上以后我俩快笑死了，我俩特别像那个吸血鬼家族，就是人家在台上都是那种休闲啊帅气啊那种私服，然后我们两个华丽，全场最华丽，笑死，疯狂给自己抢戏。然后我们上场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上场的时候大家就是各自摆个 pose， 摆个造型。然后我们连彩排的时候都没有定到底要干什么，我们是正式演出上台前，我说到底干什么呀，我说要不公主抱吧，他说你能抱动吗，我说我试一下呢，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我说还行，他说你能坚持那么久吗，我说应该还可以吧，结果我最后上台以后，我当时脑子里边心就想着撑不住也得撑，死也要撑住。笑死了，眉峰亏大了。我当时就给你们说，我当时就其实我有暗示过，但是我又不能跟你们讲我们十六人有探戈，因为这个也算是一个小惊喜，我总不能跟你们说探戈的时候记得帮我拍个 focus， 然后我就只能说我们最后一趴的歌就还挺有看点的，就然后本来我们原定的是探戈跳完之后就到了大家就是喊 uncle 的环节，然后我们最后一套本来还要换个衣服的，就是喜欢你这个还要换个衣服，然后来大家就说算了，要不别换了吧，反正愚人节就不要给他们喊扣的时间了，就别喊了，愚人节嘛，然后我们就好呀，然后就没换，就直接穿那个衣服跳完了。笑死，我俩当时穿的那个衣服跳喜欢你的时候真的是格格不入。在现场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你知道我们当时本来是就是姐姐说还是让他们喊一下吧，我们说哎呀我们都不别喊了吧，要不就是那我们让现在喊吧，然后我们就在后台说安可路，然后外面的人就是带安可的人就听到了，然后就立马就带起了安可，是这样的，所以这次安克就喊得特别快，对，我们就在后台说
快快快喊安可拉，安可露，安可露，然后我们在喊安可露，安可露，给大家在外面暗示。对，我们就是喊给外面的人听的呀，因为我们也不用换衣服，就这样。11:55了，不到12:00吧。哎呦，腿麻了。聚餐有吃的好吃的吗？当然有哦，昨天跟着阿星吃了一个牛肉干，好好吃，牛肉干好好吃，我们吃了3盘牛肉干。2盘还是3盘我忘了，牛肉干好好吃，是我种草的新的东西。牛肉干拉丝吗？你牛肉干给我拉个丝。牛肉干可以撕，这个拉丝把它分开，把这个干撕成条条，这叫拉丝。然后那个高粱饴，说实话我没怎么吃，我就是拉了个丝罢了，拉完丝我就把它吐了，我没有吃进去，没有吃到我肚子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喜欢吃糖，我就是为了拉一个丝。不错哦，拉丝的感觉还是很棒哦。而且林淑宁跟我说高粱饴不吃难受，不吃会一直难受，吃了就会难受一阵子，齁的慌。所以我就尝了个味道，拉了个丝，我就把它吐了。可能是我本人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糖，那种纯糖果类的我都不太喜欢。然后我昨天就是撒糖的时候，我撒的还是后台，我们姐姐在后台放的大白兔奶糖，大白兔奶糖。然后我昨天的计划，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准备给战区撒糖的，然后后来想我已经要跟战区互动了，我已经要跟战区互动最后的彩带了，那我这个糖其实。我现场目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糖可以撒给座区，然后我就是撒糖的时候，撒糖的这个环节我就安排在了跟座区的人互动，然后最后彩带的时候再跟战区的人互动。对，因为我目测了一下，我应该是能撒到左去的，然后我就撒到左去去了。嗯哼。明天有什么计划吗？明天几号？明天3号。我明天要跳舞，明天要去上课。然后还要学个站位，啊，也不算学个站位，复习个站位。然后应该没有了吧？但是我下周很忙。我下周有一天会非常的忙，
对，我四号要换站位，因为我现在大部分跳的位置其实是佳恩的位置，然后如果佳恩上全场的话，佳恩要跳他的位置的话，我就要跳自己的位置。但是我自己的位置，我其实说实话，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跳，我已经忘了差不多。十号会很忙吗？十号公演啊，十号不是公演吗？我们不是九十号公演吗？不是吗？我知道十二点啦，那我就下了，我走了，拜拜，后天见，希望你们后天只会看我，记住我这句话，希望你们后天都会只看我哦。俺现在说话都是有寓意的，拜拜。